今天其实这个环节啊，这个环节其实主要就是为大家安排了一些慢歌的环节。那虽然今天是做这个嘉年华的感觉，但是我想来到演唱会现场的很多观众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情歌类的歌曲，然后带给大家。那今天就在这边，这个环节没有舞蹈，没有别的秀啊，就是安静的好好唱歌给大家听。只要为你们唱过，我就不是粉了。去了